见得马上老婆串脚穿边一串脚，你看看人家放的不麻麻的。是我连这是当年那时候我连这些在那个手口的还瘦还瘦的，对对对，一半分手口的，这会儿好全手口的了，小钱是啊。你吃在这边手口这个肉一句高温手口就是你去看看肉是一些泡泡，嗯，这泡泡就叫大鼻子变异啊，嗯，大鼻子变异吃多了时间长了就多这多的夸张的那种，嗯，还喝啤酒啊，又配上这个头子，这尝尝别的饮料啊，我的啥？啊，对对对，这都是不是好现象？嗯，他光觉得好喝就这了，嗯，不行的是，那也肚子变冰了，嗯，那也尝尝冰了，现在咱们都，光现在都是一时疼困头粗啊，是，都哪上多说的，啊，手术的也有这都不假的。谁有不去吃的鱼去啊？对对对，有酿油的，这老酿更不能当么吃法。嗯，酿油的那个它是代谢快啊，嗯，赶忙就代谢出去了。嗯，酿油那个五脏功能代谢快，嗯，赶忙吃上饭喝点水，赶忙就想起来了。想起来了，老酿不行了。对对对，老酿你吃上带入好几个钟头，它不六七个钟头就不往下走，还得喂着油啊。是啊。你娘有点，但这个蒸出多油就没有配，就下去了。对对对，老娘就不行了。嗯，你说老娘得相当注意啊。嗯嗯，你晚上吃活的就得的多，老娘愿意要吃的清淡呀。啊，什么清淡？我吃蔬菜，蔬菜最好能生吃的生吃好。嗯，生吃清血管。啊，你为什么是高血压的？嗯，那个吃生蔬菜好。嗯。蔬菜的维生素啊，维生素是清血的，嗯，养肝的，嗯，把肝养好了，血清好了，你就血压就慢慢的没有了。啊、哦，老年就是吃的清淡为主，嗯，晚上尽量别吃油腻的这些好东西，嗯嗯，你就不整病了。啊、嗯，你白天吃这些，白天吃这些，因为它消耗活的，嗯嗯，你晚上呢，老年人这个五脏六腑功能。嗯，消耗的慢了，嗯，你这吃好就不行了。对对对，你吃这一段油，你下去到半夜了，你还不好受了，对对对对，你酿油的时候吃的，嗯，消耗的快。嗯，老娘人有吃的清淡，老娘人还有吃大量，大量，最好大量。啊、嗯，酿油的现在小孩也有吃大量，嗯，他都不想去吃，是、啊，所以呢，他那个味道，嗯，吃的算苦。对，那玄乎能扔出来玄乎，它这个味道是好。嗯、现在都吃这个土粮好，是啊，土粮消化的快呀、啊，是啊，土粮吃了还不便秘呀、啊。对，老娘人，老娘人好便秘啊。是啊，这淀粉吃了好便秘啊。对，你吃生菜就好了，很简单。嗯，生蔬菜。生蔬菜。嗯。对。